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实用一点的功能，叫做穿插录音法。好，我觉得这个穿插录音法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好，但是讲穿插录音法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在 Q Base 里面我们有常用的两种录音的习惯，好，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一样是这一个。啊，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什么？它写什么？保留历史。我们点一下，哈，它现在写什么？音频录制模式，哈。 第一个是保留历史，保留历史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录下第一次的时候，你觉得不满意，再录第二次，再录第二次的时候呢，覆盖它，但是不会完整的覆盖，它还是会保留你第一次的录制。哈，听不懂的不要，没关系，我们来录制一次就知道。哈，现在是保留历史。好，来开启一个音频。好，添加音频之后呢，因为我们要做录制声音嘛，录制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开启单声道。好，开启单声道。好，添加轨道。 这时候呢，我们就先来录制一段，啊。譬如说，我来录制一段我自己的声音。好，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关掉。好，我不要让这个跑出来。<laughs> OK，好，那看一下哦，左对不对？没问题。好，来，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 OU Music 的 Q Base 线上课程。好。 现在我们录出来之后呢，假设我觉得后面这段不好，好，我觉得我拖太久，而且后面没有讲很好，听一下。Q base 线上课程，Q base 线上课程中间空拍了，对不对？所以我打算重录这段，好，重录这段很简单，就是我们就直接再按下一次录音。Q base 线上课程，好，接下来你会发现呢，我们现在这段是重录的，重录这段你会发现，哎，奇怪，怎么有一个网状的？ 我们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覆盖的是有网状的，前面都没有，对不对？但是覆盖这边有网状的，好，其实它没有被覆盖掉，它其实把它拉开，它一样还在，好，一样还在哦，这个都没有问题哈、哦。Ctrl 加 Z 回到这边哈、哦，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做？很简单，把它拉下来，把它拉下来。如果这时候、哦、你并没有选择这个对齐的时候，你看拉下来，你有可能会不小心跑掉，对不对？不小心手滑了一下，完了跑掉了，怎么办？ 跑去哪里都不知道，呵呵，对不对？这时候会有点麻烦，所以这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你一样把对起打开，好。第二个方式呢，你要按下你键盘中的 Control，Control 按下去之后，它就很准，它就很准，它就不会乱跑，好，它就不会乱跑。来，我们试试看哦，一样把它拉下来，然后你随便乱拉，按下 Control。 他就跑回去，有没有？所以这时候尽量不要乱拉哈，就是说他会比较精准的去对在你想要正确的地方。按下 Ctrl 这边，有没有？好，我们再一次哦、喔，现在这边嘛，按下 Ctrl 把它拉下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哈。当然，这时候如果你开启这个会更好，就是你不用按下 Ctrl，什么都不用。好，来，你看我们现在有两个声音呢 Q Base 线上课程，课程对不对？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拉掉啊，然后把它拉上去。 好，你看我们现在又没有对准了，对不对？然后按下 Ctrl 把它拉上去。哈，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 OU Music 的 Cubase 线上课程，是不是就可以 OK 了？所以用这种保留历史的方式，我就比较建议啊，就是至少你第二次录完之后，你觉得第一次还有一点修改的机会，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哈，来 Ctrl 加 Z，好像这样子哈。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比较恐怖，来，我们先。 再新增一个 Audio 哈，告诉大家一个新增的快速的小 p a 配布，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是 Audio 对不对？我们只要在空白处点两下，它就会再新增跟上面一轨一模一样的。OK 哈，你选到一个，譬如说我现在选到 MIDI 轨，在空白的地方点两下，就会新增一个 MIDI 轨。如果我现在选到一个 Audio 轨，一个音频轨，在空白的地方点两下，也会跑出一个音频轨。哈，这是比较快速的方式哈，你不一定要按下右键再选到音频轨。 哦，大家懂意思哦。譬如说，我现在选到 MIDI 鼓好了，好，你看我现在按一下音频轨，再按两下，一样跑出来音频轨的选项，对不对？好，这时候呢，如果我选到 MIDI 鼓，再按两下，马上就给我新增 MIDI 了。好，这告诉大家一个小配播了哈、哦。来，点两下，然后选到单声道。好，首先我先做第一次录制哈、哦，这个我先把它 mute 掉哈、哦，不要干扰我，不要干扰我。好，来做第一次的录制哈。哦 欢迎你来收看我们 OU Music 的线上课程。好，到这边。好，这时候呢，我要选另外一个。好，这边点一下，我们把它改成什么？替换。按下替换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做第二次录制的时候，你第一次完全会被覆盖掉，就找不到了，就找不到了。好，来，我们做一次示范。好，录制。欢迎你收看我们 OU Music 的音乐线上课程。好，不见了。大家看一下，不见了，有没有？ 你怎么拉都找不到了，呵呵，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方式我比较不建议啊，用这种替换的方式，除非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或告诉大家说，我第二次一定唱的比第一次好，绝对，<laughs> 那你就用替换。但是我比较不建议用替换，所以通常我们都会选择什么哎、欸，保留历史哦，这个比较重要哈、哦。好，来，我们现在选择好之后，先把它删掉哈、哦，好，删掉这个也删掉。 Shift 加 Delete，好，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模式做一件事情，叫做穿插录音，好，我用保留模式做穿插录音，这很重要哦，好，首先来，我先把它删掉，好，先这样，假设我现在录好，对不对？好，我录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录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哈，来，我先录制一下，把这个 mute 关掉，好，我讲一段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我现在录完这边之后呢，然后可能觉得说，哦，这段好像录不太好，这段录不太好，对不对？好，很简单，假设我从第二小节开始到第三小节中间，我觉得录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讲过这个？把它选取起来，第二小节到第三小节。好，然后这时候呢，你要按下 P 哦，好，键盘中的 P 哦，我们是不是讲过，我们要做输出时候要按下 P。 选取范围嘛，对不对？好，选取起来之后呢，你看一下这个 L 下面的这一个，它写什么？自动穿入，好、哦，自动穿入，按下去，再按下什么？R 下面的这一个自动穿出，按下去，那会变怎样？会变怎么样？我们只要按下播放键就可以了。它从第一小节开始播放，播放到第二小节变成录制的模式，一直到第三小节出去的时候又变回播放的模式。所以你在做录制的时候，它只录制到这边。 后面跟前面都不会做录制，这就是穿插录音，超好用的。也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这边唱得很好，这边也唱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要一次一次这样录制，然后再做修剪、去头去尾，对不对？你可能第二次可能唱第一次一模一样，但是你觉得这边比较好听，那你第二次可能要去头去尾再把它拉进去，这样太麻烦了。你只要用 Cubase 的这一个穿插录音法，前面跟后面都保留，你一样照唱没有关系。但这边呢？ 他会帮你做一个录音，前面后面都不会，有没有很酷？好，我们按下播放键哦，不是录音键哦，是播放键哦。好，来，一二三四七八九十五六七八八十0十二十三，来关掉，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出来了？你们觉得很神奇？好，我们现在变回这个，一样可以把它拉下来。好，记得你可以按下 Ctrl 键，比较准哈，像这样子。 对不对？来听一下哦，一二三四七八九十五六七八八九。然后这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好，第二次录的比较好，那你就把它剪掉嘛。这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你可以把它剪掉，然后把它删掉，然后再把它拉上去，是不是超酷的？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模式是，你可以把这关掉，只开这一个。 这个模式叫自动穿录，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从第四小节开始，我就要开始做录制，了，前面先不要录，好，但是后面呢，要一直持续录制哦，要一直持续录制。这好比说，你可能后面开始要做副歌的录制，那你前面主歌已经录好了，然后录音师跟你讲说，或是你自己帮自己录音，你前面可以先唱一段，先带入你自己的情绪，主歌唱一段一小段之后，接入副歌。通常很多歌手在做录制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哈，前面先唱一小段，然后接下来把那情绪带进来，再唱副歌，所以这时候你就会需要这一个。 好，这怎么做呢？把这一个好，其实你也不用，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嘛，这边可以做一个 bar 的选择，但是你要往上移点，会变一个铅笔点下去，变第四小节这边有一个标记，对不对？好，这时候呢，一样把它点亮哦，点亮之后呢，会变怎样？第一小节开始播放到第二小节到第三小节，但是从第四小节开始就做录音了。OK 哈，这应该不会搞混哦呵呵。好，来，我们来做一次示范哈，直接做一个播放哈，来播放一。 二三四七八九十五六七八八十 C 十二十三十四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四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一三八三九四十，像这样子，大家了解意思了吧？如果你选第一个模式，这边好自动穿入模式，它就是从这边开始以后就开始做录制，它不会停的，就是一直录制到后面。这会用在副歌的时候，你可能通常我们在做。 录音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很少了，就是把整首歌唱完。嘛。你可能主歌已经唱好了，跟歌手说休息一下没关系，或是你跟自己说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副歌准备开始。但是做副歌录制的时候，通常不会一刚开始就先录制副歌，一定会先从前面先播放一小段，然后跟着原本的声音去唱，这样声音才会有一个连贯性嘛，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是什么？我听过有些歌曲是一听就知道是分开来录的，因为。 那个情绪没有连贯，一听就知道是不同时间录的，甚至可能不同天数去录的吼那个听起来就是有差。所以这时候你用这样的一个自动穿录、自动穿插录音法，你就可以先跟着前面唱啦啦啦啦啦，然后副歌直接下去这样子，那个声音才会有连贯性哈。第二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录完一段之后，一定会有些部分你会想要改，通常很少人说录一遍。 就完全 OK 了哈，甚至对自己比较吹毛求疵、要求比较高的歌手来说呢，十个字当中可能两个字、中间两个字、中间三个字，他想要补录或想要重录这样子哈，所以就要利用这一个自动穿入跟自动穿出，然后选一个范围，好，选一个范围，选一个范围之后呢，再按下 P，就可以补录这段。好，第一小节播进来之后，第二小节开始变成录音。 跑跑跑跑跑跑到第三小节这边的，算是第三拍到第四拍的中间，穿出之后就变成播放了。也就是说，只有被框到的这个地方才有录音，其他没有。这样子你就不用这么麻烦，就不用后置的作业就不用这么麻烦，因为 Q base 都帮你做好了。这边我必须要承认，这个 Q base 真的蛮强大，我真的蛮喜欢这功能哈。在做录制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管是录自己的声音还是帮人家录音的时候都非常方便。OK 哈，好。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在你以后在做录制的时候，会帮你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哈，你就不用在那边拉来拉去。我想在做编辑、在做后置的时候，能省下多少时间都很重要。OK 都很重要。OK，好，到这边我们进行下一堂课喽。<noise>